伦敦市中心街头，民众看到拜登好兴奋，还冲上前去想靠近拍照，警察赶紧过来拦人。美国总统拜登夫妇一早搭乘总统专车野兽到西敏寺参加女王国葬，他是少数可以坐自己专车的外国元首。中国由副主席王岐山率领的代表团也是坐专车参加国葬，其他大部分外国领袖，包括日本天皇夫妇，则都是搭乘英国当局安排的接驳巴士，一同抵达西敏寺。If you look back to the G7 summit in Cornwall, they were sort of falling over themselves to sit next to her, to be photographed with her. She just brought people together in a way that I think no one else has been able to. 不过巴西总统波索纳洛来到英国参加女王葬礼，却还忙着跟当地支持者见面，在巴西使馆的演说也只花了13秒提到女王，其他时间都在忙着为下个月总统大选拉票，遭国内批评他丢脸丢到国外去。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葬礼也让历届英国首相罕见同框，现任首相特拉斯、前首相强生、梅伊、卡麦隆、布莱尔，共七位首相齐聚一堂。海外各国民众从日本东京到美国华府，也都有民众聚集在一起看女王国葬转播。Well, the mood is very somber here at the Queen Vic. Some people have been here for hours, and they began arriving before 5:30 when the pub opened specially for this event. 法国巴黎香榭大道上的地铁站乔治五世站，这天也特别改变站名，变成伊丽莎白二世站，纪念这位维持英国70年稳定地位的女王。TVBS 新闻于思颖综合报道。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